兰专制米兰体育报报道， AC 米兰正在与博纳文图拉进行谈判，试图将他的合约延长至2022年6月。博纳文图拉刚刚年满29岁，他现在同米兰的合同到2020年到期。据悉最近有非意大利的俱乐部对他感兴趣，在曼奇尼执掌意大利帅印后，博纳文图拉为国家队效力的机会大增，米兰俱乐部认为他的身价有可能大幅提升。据悉加图索把博纳文图拉视为球队中的关键球员，他可以踢中前场的多个位置。据米兰体育报透露，此次谈判的核心是对现有合同延长两年，随之提升球员的薪金。博纳文图拉在2014年的转会截止日以700万欧元从亚特兰大加盟米兰。据悉转会完成的几分钟前，国米刚刚放弃了对博纳文图拉的收购。